圆弧对准，锁紧。盘形弹簧，圆弧朝下，两个重叠。涂牛油。第一步先锁紧，站立起来之后，将弹簧放入，压着弹簧，将螺丝固定，用一字扳手插到这个沟槽内，扶着，用 T6 扳手将螺丝锁紧之后，打开约二分之一圈，调整间隙，完毕。这个时候，里面就有弹性。